现在有拍戏吗？暂时没有拍戏，原则上应该会到九月结束，十月再看看呢，因为这个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，所以我也不敢说是不是会回去或不会回去。上来本爷时阵，已经老真一回啊！伊当面甲手术完成就走啊！真实嘞，我已经尽力啊！拍戏吗？暂时没有拍戏，原则上应该会到九月结束，十月再看看呢，因为这个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，所以我也不敢说是不是会回去或不会回去。十月哦，我也不知道哎，因为目前还没有谈到十月的部分去，希望是可以再看有没有机会回去，但也不晓得他们是怎么安排。少讲话会比较好，其实讲话是没有问题的，重点是我用错发声的地方了，所以后面会再去上那个语言的附件，就是教你怎么发声。你好佩佩，很高兴来这里。这不会很腻，不要抢我的话。这是我点的，这是我点的。你看这边看到了什么？所以我这个大楼的角色对我让我很不开心。不开心？拿下你的那个喇叭，玩那个飞机的，轰轰轰轰轰！阿哥最怕的，哎，他还有愤怒值在里面。